这是位于分位的一房一厅小型公寓，也是一个两房无客厅。左手边是厨房，有标准的厨房用具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放个餐桌，有窗户等等。厨房对面是另外一个房间，有自己独立的衣柜和窗户。房间出来，左手边是另外一个房间，面积很宽敞，有3面窗户。旁边是一个衣柜，过来是一个标准的卫生间，也有自己独立的窗户。